啊，大家好，这是我们公司用三边封子弹机制作的一款双面印刷子弹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长度为460毫米，它的宽度为370毫米，然后这边一个最上面的胶带是可以两次使用的，沿着这个红线，第一次这样使用，如果您不需要的话，就沿着这条红线。这下面把它撕掉，然后这下面可以进行第二次粘贴。